视机前面观看我们节目的人真的很有眼福，因为呢，我们请来了世界冠军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刚看他们彩排的时候，下巴都掉下来，现在好不容易装上来，好厉害，好厉害！刚刚世界冠军来的那个气场就是不一样，刚刚那边狂吸他们的气场。希望我也可以拿个小冠军。不过你看到他们，你会觉得很厉害，到底怎么可以那么厉害？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习。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红队的同学。红队是来自桃园的 FSD 轮舞团，手脚灵活的他们，对于关卡可是练习很久，要来称霸全场哦。FSD 轮舞团，轮舞是什么意思？直拍轮加跳舞。直拍轮很难，跳舞也很难，两个加一起。double 难，我觉得很难呢。那你们觉得舞蹈比较难，还是直排轮比较难？觉得舞蹈难的举手。哦，觉得直排轮难的举手。啊，觉得都难的举手。都难的怎么？都难的。都难，你是来冲下。练习的时候有受过伤的举手，好不好？哦，你怎么了？你怎么了？骨折。哦，你有？你也有。手腕裂掉。裂掉。你妈妈会吓一跳。哎呀，不要练了，不要练了，这样。没有。那你的休语是不是也有受伤过？跌倒，脚不要刺到屁股。脚不要刺到屁股，直接从臀部插下去啊！那有哭吗？还是？还是被笑？被笑？被自己笑？啊，怎么这么可爱？那我们今天也有带来一个很精彩的轮舞表演，没错。待会儿大家可以来好好来欣赏一下。OK， 谢谢你们，开心玩，欢迎。好，接下来我们蓝队同学。蓝队是来自桃园的野狼冲锋队，个个都是叠杯高手，靠着他们的机智和快速反应，要来争夺奖学金。你们大有来头，对不对？来，大声念给大家，请问你，当然世界纪录保持人。世界纪录保持人，好厉害！那沙马巴少，上个班世界纪录保持人，你也是世界纪录保持人。哇塞，那宇轩呢？2022世界赛双人冠军。双人冠军，双人是什么意思？两个人一起叠杯哦。对，我一只手，你一只手，这样子的意思。易璇呢，有得过什么奖项吗？个人冠军。哇！男生不能输。易晨呢？双人第二名。哇，好强，好厉害！他们也有带来世界级的表演来给我们，好不好？欢迎你们！谢谢。OK， 紧接下来呢，到底谁可以获得我们今天8000元奖学金？马上进行第一关卡。上楼下楼游戏规则说明，每队包含主持人共派出3人，每人头上有不同的楼层牌，被贴到的楼层要选择上或下的楼层，若说错口令则算失误，同队累积2次失误由对方获胜。点名一下喽，3楼在哪里？很好，5楼、6楼、4楼、4楼。哦，4楼我。我一直在想说，是我的4楼上面是1、2、3楼，下面是5、6楼。哇！我上面是5、6楼，下面是1、2、3。我好担心你哦。我不玩了，太难了啦。2楼、1楼、1楼、5楼的同学，你的偶像是谁？阿公哦。阿公。为什么阿公是你的偶像？为什么阿公是偶像？就是他都可以修东修西的。哦，修什么东西？比如说，修理你爸爸。不是啦，不是啦，真的。阿公就是手艺很厉害就对了，所以就觉得阿公很厉害，是你的偶像。你对着镜头跟阿公讲话，我觉得阿公一定很高兴，说哦，我孙子把我当偶像呢。真的。你对着哪台？这台，你跟阿公说话，预备，开始。阿公已经热泪盈眶，阿公没讲话，阿公又把眼泪收回去。你为什么崇拜阿公？你跟阿公说一杯，开始。阿公，你都能修东西，我很崇拜你。我觉得他一定是跟阿公在感情很好，面对面的时候其实很塞奶，对，一定是很塞奶，很棒，大声把爱说出来，超棒，阿公我爱你，有没有？好棒，很好，阿加油，你几楼？你记得吗？5楼。啊，你几楼？我4楼，因为他太爱他阿公，那我待会都不叫你了。啊，你到6楼要上还下？上。哦，完了，我好担心你哦，冠军。上下。好了。同学加油咯，老师音乐请了。嘿，上楼下楼，上楼下楼。2楼。2楼上3楼。3楼下1楼。1楼上2楼。2楼上5楼。五
三楼。三楼上四楼。四楼下一楼。一楼上四楼。四楼下一楼。一楼上三楼。三楼上四楼。四楼下三楼。三楼上五楼。五楼下四楼。四楼上六楼。六楼下一楼。一楼上六楼。我唱因为太小声了，对不对？哦，没听到，是不是？太小声。我们再大声点，我们刚刚当暖身，好。然后问君，你刚刚累了，对不对？姐姐，我的腿好痛哦。因为他刚刚在所有的小朋友都勾他一个。哎，四楼是有你的偶像，是不是？该上四楼。其他楼层也很美丽。那我们就声音大一点点，好不好？声音大一点点哦，哈。那速度我们快一点点。直接快了，是不是？好，直接快了。好，老师，音乐请了。要大声哦。上楼下楼，上楼下楼。五楼。五楼下三楼。三楼上四楼。四楼上六楼。六楼下三楼。三楼上四楼。四楼上五楼。五楼上六楼。六楼下一楼。一楼上二楼。二楼上四楼。四楼下三楼。三楼上四楼。四楼下一楼。一楼上四楼。四楼上五楼。五楼下四楼。四楼下一楼。一楼上四楼。四楼下三楼。三楼上四楼。四楼上五楼。五楼下四楼。六楼八。六楼八。我个人觉得这是针对性犯案，不能针对我啦。而且关于君，当我全部攻四楼的时候，我已经拿着你的牌子在等你了。我觉得终于会贴到你身上。我要去申诉。很冤的，哎，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哦，全部都到四楼来干什么？我觉得这已经，大家已经是体力赛了。我已经打到双腿都快 OK 了，真的。冠军，我很早就在等你了。哎，我要换了，我要换楼层。好，那我们现在要换一点了，好不好？要换的难一点，要换楼层喽。冠军，我发现你人气很旺。哎，刚刚敌对攻你就算了，同队也攻你哦，大家都攻你哦。因为本楼层在周年庆，大家都去那一层楼就对了。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让大家知道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在哪里，好不好？一楼举手，二楼举手，三楼举手，四楼举手，六楼举手。我不跟他说你五楼，怕打工。好，老师音乐请了，直接快了，好不好？上楼下楼，上楼下楼，三楼，三楼上四楼，四楼下三楼，三楼上五楼，五楼下三楼，三楼上六楼，六楼下五楼。两个都是你，而且天的都是你。好，这里面有红队获胜。耶，我玩的。来，老师。上楼下楼，电梯先生为您介绍每一个楼层。一楼请举手。二楼。三楼。没有开。四楼。五楼。六楼。好，本周年庆在三楼。三楼为你而开，老师音乐 Go， 加油啦！上楼下楼，上楼下楼，三楼，三楼上五楼，五楼下四楼，四楼下三楼，三楼下一楼，一楼上二楼，二楼上四楼，四楼下五楼，四楼下五楼。啊！有四楼的话去五楼应该是按上嘛，对不对？如果按上的话，到五楼的话，那就是要报警。好的 ，OK 的，我们就直接来换楼层，好不好？哦 ，OK， 来换楼层喽。超级百货公司，我们来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楼层。一楼，一楼，你好可爱哦。因为现在顺序不一样，是不是？不知道。二楼，右，三楼，四楼，五楼，六楼，
好，大家都知道要去几楼了哈，知道了哈。嗯。OK， 老师音乐 Go。上楼下楼上楼下楼 Go， 一楼。一楼上六楼，六楼下三楼，三楼下二楼，二楼上四楼，四楼上六楼，六楼下四楼，四楼上五楼，五楼下一楼，一楼上三楼，三楼上六楼，六楼下三楼，三楼上四楼，四楼上六楼，六楼下二楼，二楼上四楼，四楼上五楼，五楼下一楼，一楼上二楼。等一下啊！太可惜了，有一点点急，但是又有点点犹豫，清楚对，对不对？然后呢，抓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今天风水不太好，而且因为四楼都被他攻在这里，哎，今天攻四楼，今天我们所有四次失误全都坐这个位置，哦，因为刚才两次失误我也坐这边，哎呦，好可怕，好饿，你不要这样，哦，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好，恭喜我们的红队。现在我们是第一棒嘛，对不对？我们从起点开始 ，OK， 一二三 ，Go！ 大概修一道去哪里？他人小志气高，人小力气大哦。哎呦，六点四点四点，心灵姐姐谢谢四点。我们从起点出发，一二三四 ，OK， 好，这边来来这里。修宇现在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命运牌，你要选哪一张？第五个。为什么是五？因为我的学号是五号。哦，你是五号？你是五号，班上五号吗？那我们来这里。哦，这么 lucky， 到底是获得什么样的命运呢？噔噔，协助修缮世界文化遗产京都的清水寺，获得表扬1500分。恭喜获得1500分，马上进下一关卡 ，Go。球来运转，游戏规则说明，每队各派三名，一手拿杯子，一手运球到终点，将杯子叠成金字塔，限时90秒，叠最多杯子的队伍获胜。球来运转是我们新的单元，是说到叠杯，蓝队你们很厉害哦。对，对不对？这是你的优势。这个杯子就是他们叠的。这我们摆的啦。哦，是啊。对。可是要配上篮球，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要一心二用了。就是这边要点，这边要注意，这边要点，这边要注意。好，请问准备好了没？好了。还要郭英君上场喽。Yes。好的，老师，请倒数。90秒哦。加油！多少的时间哦？要绕过我们的障碍哦。加油！加油！很好，稳稳的来。OK。加油！加油！加油！放好，放好，放好，放好！加油！很好，放好！要绕回来，对，很好！加油！哎，没倒了，倒了，倒了！放好，稳稳放！加油！很好！走了，走了！加油！加油！加油！很好！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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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就在时间之外，所以这个不算。然后刚刚呢，因为我们这边有位同学刚刚叠，哎，被子叠倒，放这边的，上了一个，然后再上一个，所以我们要可能扣掉一个。哦，那我们也不算一个，是不是？对，也不算一个。好的，我们来看看。OK， 我们来看两边底都是五个，一二三四五，上面是三排，三个，两个，第二排两个，一个，一个，平手。很好，厉害！差一点点啊，差一点，不过真的非常非常好玩。OK， 好 ，Round 2 Go。
楼来运转 ，Round Two。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蓝队是叠杯很厉害，但是我们红队的男生是篮球很厉害。那女生呢？你的部分比完赛，我再来归纳一下你哪方面厉害。好啦好啦，你演戏很厉害啦哈。OK， 准备好了吗？好了。请倒数。放也很重要，放也很重要。除了运球以外，放也很重要。尽量在一个平面上哦，尽量在一个平面上。加油加油！好，现在目前两队的进度都是一模一样的。加油！好，加油加油！小心，不要打到桌子！小心，小心，小心，小心。OK。好，现在目前两队的进度，红队稍微领先一个，蓝队加油，红队也加油，心理姐姐加油。领先一个角锥，加油！好紧张，好紧张！现在是平手了，红队领先一个，哇！蓝队球跑掉了，蓝队加油！来，红队现在目前领先一个。哎，我觉得红队、蓝队真厉害。蓝队真的是悬疑耶，而且蓝队你们这个哇悬案了，真的，你们这个没倒真是奇迹耶。摄影机可以过来这边看吗？看一下这个角度，他超这个是灵异角度啊，超歪的他，这是灵异角度啊，怎么可以歪成这样？灵异角度，你看完全不在一个平面上啊，这个套一句台语叫做歪勾起床。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好，先看红队好了，红队。下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OK， 我们这边呢最底层是五个，没错。你们第二层呢是四个，我们是三个。嗯。第二层啊不，第三层跟第四层都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在第二层的时候少你们一个。哎呀。哇哦。一杯饮恨啊，你们也算是一杯险胜。险胜。恭喜红队。环游世界。走。OK， 刚刚是在命运。OK， 接下来呢，环游世界继续喽！一二三 ，Go！ 看看他们去哪里。两步，来，我们从这边开始。刚从命运嘛，对不对？经过意大利，我们来到了日本，恭喜1600分。这是什么东西？来，欢迎来到日本。这个呢，就是瓶盖人的游戏哦。怎么会有瓶盖人这个游戏啊？对，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日本人啊待在家里啊，所以呢，他们就有点无聊，那怎么办呢？近一年来非常流行玩瓶盖人的游戏哦，只要在家里，随时都可以来场瓶盖人的决斗。主角呢叫做甲贺光太，他目标是成为世界第一的瓶盖王。他跟瓶盖人可乐丸相遇，并成为搭档，与不同对手于虚拟空间饮料世界进行一场场刺激的瓶盖战斗。大家只要随手拿起宝特瓶的瓶盖，是就可以发射哦，好玩到大人小孩都欲罢不能。而且今年还特别推出了 DX 系列的瓶盖人哦。所以这个瓶盖就是我们宝特瓶吃完的那个瓶盖，随便都可以。所以那个瓶盖是子弹的意思吗？对，可是这个还有这个很有安全性。是这个很酷，他们的名字超酷的，动能水龙是蓝色，是能下水龙。白色是瓶盖凤凰号红色就是可乐丸，就是可口可乐嘛。对，那么是绿色是步枪守卫。让你选一只，你想要发射哪一只？试试看，这一只动能水龙，对着它哦。所以这是瓶盖吗？对，瓶盖在里头，对准哦。一二三，出发，撒哦！这个很好玩哎，但是还是记得啦，不要对着人射或动物射。好，我要来试试看了。可乐丸，哇！超好玩的。瓶盖保龄球的概念，对耶，
瓶盖保龄球概念。我觉得在那个防疫期间，因为大家可能在家里一直吃吃喝喝，对，瓶盖有这样的利用，是不是也是有点环保的概念？而且很棒啊，我觉得这样子就随时可以拿来，就可以，比如说不用担心哦，我要去买一些，比如说很多东西来装在里头，就是瓶盖就可以了。是是是，哎，这个疫情真的是可以好好陪我们这样子度过我们这个疫情艰难的时候，对不对？哇！超级金牛脑游戏规则说明：根据题目回答问题，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超级金牛脑，我最喜欢这个单元，因为我们也学到很多。对，没有错。而且在这个小时里面呢，你可以学到，虽然疫情没有办法出国，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国外的知识。对。那我们今天安排的是五题，都是知识题。第一题，老师请出题。复活节在西方国家是重要的节日。请问意大利人在复活节这天会做什么呢 ？A. 滚彩蛋 ，B. 在树上绑红蛋 ，C. 拿鸡蛋去找神父。那我真希望我是神父哦，现在鸡蛋好贵啊，对不对？ Okay. 意大利人在复活节这一天会说，所以就意大利人会做这件事情。滚彩蛋，或是在树上绑红蛋，或是拿鸡蛋去找神父，可能要加持吧之类的。OK， 有答案了吗？做好了。数到三，请亮板板，一二三。来，红队，你答案是 B， 在树上绑红带。为什么觉得是 B？ 因为教练托梦给我。啊？教练托梦给你？教练托梦给你？教练已经帽子跟那个口罩都已经戴成这样了。很好，教练托梦给你。你是不是觉得说，我跟教练感情很好，反正就讲这样子，答错就算教练的就对了，对不对？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乱猜的。好，这边答案也是 B， 为什么呢？他们教练托梦给你们。曾经听到同学说过。曾经听到同学说过这么可怕的故事。就是如果赢了算我们的，然后如果没答对算同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答案，但这边答案是拿鸡蛋去找神父。拿鸡蛋去找神父。为什么呢？意大利会在复活节这一天呢，每个家庭会带着100颗的鸡蛋到教堂，请神父祝福这些鸡蛋，带回家当做复活节晚上的大餐，请把这个祝福吃到肚子里头。哦，这个文化到华人的社会，好像就是过香炉的意思。哎，有点像这样子。对。第二题，老师请出题。请问，在德国人面前做什么事会他们觉得不礼貌呢？哎呦，哎呦 ，A 随便搭讪。哦。B 说话手插口袋。哦。C 做鬼脸。做鬼脸太厉害了吧？就是哎，关键脸。可是德国算是欧洲的日本。他们还蛮，因为他们做事情很。很严谨，比较严谨。就像他们坐的车子是世界有名的。对，好，都有答案了。所有人请按板板，一二三。红队是 B， 说话口插，手插口袋，手插口袋，为什么？为什么？以前在书上看过，就是这样子。我冒昧可以问一下，哪一本书吗？太久没看了。我跟你讲哦，这样是不是？可是我的口袋是假的。可是外国人应该这样都蛮帅的啊，讲话是这样子。可是如果这样子，可能会真的，如果像这样子有点不挑衅，然后随便搭讪也是，又没不礼貌。外国人是不能够随便去碰他身体，奇怪。这边答案也是 B 耶，说话手插口袋，为什么？之前看影片有看到过。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恭喜答对，说话手插口袋。因为德国人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礼貌，如果在交谈的时候手呢放在口袋里头，他会觉得你态度很轻浮啊，是非常没有礼貌，他们就会直接离开，并且结束对话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是哦。接下来第三题，老师请出题。到马来西亚看电影，被店员要求男女分开坐，请问原因是 ？A. 避免男女争吵 ，B. 防疫新规定。C 宗教信仰哦，马来西亚男女分开住哦，好妙哦。男女争吵，防疫新规定，防疫的话应该不分男女了。宗教信仰，所以那边如果男女朋友要一起去看电影的话，不能譬如说这样子依偎在一起，就是你要站在那边，我要。所以他们牵手就像原住民跳舞一样，中间会有一个人。好，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请数到三，请亮板板，一二三。红队是 C， 宗教信仰，为什么觉得是宗教信仰？因为那
那个可能在很久以前就会有男女分开坐，所以不可能是防疫新规定啊。哦，了解。那避免男女争吵呢？他们是陌生人，又不会随便吵架。哦。而且吵架也不见得是会同性的才会吵。而且老实说，也不一定要看电影才吵啊，平常就可以吵。对啊，哦。所以感觉哎，这边答案也是宗教信仰，为什么呢？觉得前两个太不可能。哦，宗教信仰，答案到底是？恭喜答对，做宗教信仰。是的，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有将近61%呢，约有1950万马来西亚人是伊斯兰教教徒哦。嗯，影院的经理呢，祖尔马吉迪拉扎利就表示，这项规定呢，就是啊，关于男女分开座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电影大厅出现任何不当的行为哦，保证观众所有的行为呢都可以符合伊斯兰教法律。这项规定呢，将适用于所有的电影观众，也包括非穆斯林。恭喜答对。耶！第四题，老师请出题。在阿根廷过元旦，发现在当地人都会吃什么呢？好 ，A 豆子大餐 ，B 阿根廷烤肉 ，C 酸奶。都好好吃哦。豆子大餐、阿根廷烤肉或是酸奶。数到三，请亮板，一二三。红队是 C， 为什么觉得是酸奶？因为 A 是，要么就是讲豆子，不会说豆子大餐，就是要不就讲豆子，他用大餐就有一点那个，要不然感觉用白的。哦哦，连答案都要白。不是烤肉，太平常。OK， 这边的答案是阿根廷烤肉，为什么呢？猜的吗？这一题的答案都不一样，有 B 有 C，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老师？哦，豆子大餐啊。豆子大餐的豆子。好，他们是吃豆哦。对于阿根廷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元旦的传统。除了豆子呢，富含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之外，阿根廷人更相信它可以保住饭碗，甚至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是。因此在元旦当天会吃豆子或是豆类制成的各种食品，希望来年事业运上升。这题又没有答对。哎呀，没关系，还有我们的关键的第五题，老师请出题。看西方战争电影，发现战士头戴鸟冠式头盔，请问代表是 A 炮兵 ，B 将军 ，C 皇室贵族？哦，这个很帅哎！哦，这个很像开瓶器耶！开瓶器，哦，你很帅耶，冠军，再遮多一点更帅，你相信我？哎，这个很酷哦！好，到底这样子鸟冠式的头盔代表的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将军还是皇室贵族呢？数到三，请翻答案板，一二三。为什么是皇室贵族？感觉只有有钱人才戴得了这种。蓝队的答案是 B， 将军。为什么呢？因为将军要去杀敌人，感觉需要保护。哦，而且戴这个那个鸟冠会比较高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冲锋陷阵的将军在前面就可以跟上了，很像那个领队的旗子一样，就对了。哦，答案到底是什么？答案就是 C， 皇室贵族。好简单。头盔呢，源自于波斯皇室哦。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头盔上红色鸟冠的造型呢，代表皇室般的尊荣。因此呢，在军事元素中频繁出现，成为战争中一种独特的头盔形式。是的，恭喜红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总分数好不好？红队答对三题，蓝队答对两题，红队环游世界。环游世界 ，3、2、1 ，Go！ 你看红队到哪里？刚才到了日本。哎呦，三点，一二三，谢谢姐姐。欢迎来到机会，来，姐姐这里，请问你要选几号？要选几号？五号。五号，好的。为什么有灵感要选五号呢？因为我们家五个人。哦，你抽到的机会是什么？哦。夜宿亚马逊河流域拯救受伤的鳄鱼，获得奖励1300分。接下来也是他们的表演了，是我们桃园的 FSD 所带来的轮舞表演，掌声鼓励。哦吼，哇哦，俏皮。Woo! I know you care, but I will never, you'll never be there.
可爱。哇哇！哇！哦 ，solo。Starstruck. She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bucks. She made my heart pound and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好可爱哦，排舞，哇。走路，而且还变成风火轮，而且还有故事的，对，哇，谢谢你们，好精彩哦！马上进行下一关卡，走。翻滚吧九宫格游戏规则说明：两队轮流进行翻杯挑战，挑战成功可放入九宫格中，最快连成一线的队伍获胜。翻滚吧九宫格是心灵姐姐觉得最刺激的一个游戏，没关系。我们先放轻松，很激烈，聊聊天。修宇的志愿很棒哦，是三个字，当老板。哇，老板你很好，你想要当什么的老板？哈？花生堂。花生堂？为什么是花生堂？哦，你们家是开花生堂的。哎呀，那修宇你知道吗？通常啊，都会有些伴手礼啊，对呀、啊，因为你们在桃园嘛，对不对？上次我记得彰化好像有霸丸来了，对呀、啊，新竹我记得有米粉的，哎呀，不要，我们不要这样讲了，三峡那个金牛角就来了，哇塞，开玩笑的啦，回去。那我们请倒数喽，好，请倒数，加油加油。我们的小王子啊，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没有这种啊，恭喜，恭喜男生，第二轮还是你们。Round 2我们要抢三哦，好不好？刚刚蓝队先暂时领先，是的，紧接着大家继续加油，老师请倒数 ，3、2、1。对，很漂亮。接下来就抢二就好了。嗯，很漂亮。OK， 给自己掌声鼓励。OK，Round 3 Go。
好，现在的目前是1-1啦，心灵姐姐上场了。再拿两胜就赢了，有没有信心？有。蓝队有没有信心？有。红队有。不用太有信心，因为目前你们还没有输过啊，放松啊 ，OK。老师，请倒数。3, 加油加油加油 ！1。哇哇哇哇哇哇哇！哎呦，现在目前大家都有一个在上面哦，看谁可以拿到第二个，哪一个比较快？蓝队，蓝队领先，蓝队领先了，刷油！蓝队领先了，蓝队，蓝队加油！我们这一回合是我们这个游戏玩到目前为止最环保的一次，只用了4个杯子。对 ，OK， 很准，越来越厉害了，很漂亮，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然后，请倒数。追上了，好，加油加油加油！现在目前1-1了，好好2-0了，2-0了，哎，杯子，加油加油加油 ，OK， 1-1，哇，红队又把盖上去了，加油，好，再1-1，哇，红队再要回领先，加油加油，蓝队加油。蓝队加油！蓝队现在1-1了，1-1了，加油！蓝队可不可以后来居上呢？哇！没事，不急，加油 ！OK， 加油加油加油 ！No no！ 干！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不要急啊！太可惜了。刚刚的关键就是没有把红队给盖上去。对。不过比赛非常的精彩，现在目前2-2。所以换句话说，你们每一队要派出你们的精英三名来。没错。对战。派出你们最厉害的棒次，好不好？好。2-2。哦。决战第五战 ，OK。蓝队有没有信心？有。很好。红队。有。好的，请倒数。最强的棒次哦！加油！哦，怎么那么快啊？加油！盖上去，同时，差一点点。OK， 好，红队厉害了，给红队掌声鼓励。环游世界 ，Go！ 好，1、2、3 ，Go！ 来看看是，好，4点还是2点？4点。1、2、3、4，机会出发，1、2、3。是来到了法国，1200分。欢迎来到法国，来帮我拿一下下。在法国呢，有许多有名的画家，在18、19世纪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呢，就是克劳德·莫内，他属于印象派的先锋。最重要的风格呢，是改变了阴影的画法，没有鲜明的轮廓线，以细腻的色彩呢来表达，影响了后世的绘图风格。而最有名的就是这一幅画。睡莲哦，好，恭喜你们获得100分。OK， 紧接着世界冠军要登场了，我们的野狼冲锋队带来的叠杯表演，掌声鼓励。
起来更快。帅惨了，真的帅惨了啦！哇，厉害耶，你们！我刚口水已经流下来了，真是太厉害，怎么可以速度那么快？我都来不及看清楚，然后哎。没有想到下一关了，杯子有这么多玩法，就是把它套上去再拿出来，套上去就可以有那么多变化，而且还可以双人，真的，谢谢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马上进下一关卡 ，Go。羽球共舞游戏规则说明：美队和主持人一起进行挑战，用羽球拍拍球五下，传给下一位，下一位用球拍底部的杯子接，最后一位需自己拍球跟接球，花费时间最短的队伍获胜。羽球共舞，主持人要跟你们一起玩游戏啦。这个就是你拍我接，然后我拍你接，最后一棒比较辛苦，要自拍自接。哦，拍完就要赶快转过来，然后就还要按铃。OK， 准备好了没？好了，好喽，计时开始。一二三四五，很好 ，Yes， 加油！一二三四五，很好，加油！一二三四五，很好， yes， 不错哦。哦，差一点，脚可以动，没关系，脚可以动，没关系，加油！二三四五 ，Yes， 很好，加油，加油！三四五。怎么那么可爱啊！加油！一二三四五，好，谢谢来了，谢谢你啊！二三四，高一点！啊，没事，再来，再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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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不急，不急，加油，加油！一二三四，加油！好 ，yes， 不错，不错哦，应该是36秒吧，差不多。哎，太有自信了一点点，那就48秒。哦，再多一点点，52。哦，我赏你个痛快好了，1分10秒31。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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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很好，现在换我紧张了，因为红队上场。好，紧接下来是我们的红队同学上场啦，有没有信心？有。1分10秒的门槛 ，OK， 加油了 ，Ready， Go。2、3、4、5，哇，好高哦！1、2、3、4、5，没关系，加油，加油，加油！再来，2、4、5，啊，没关系，没关系，思敏姐姐加油！2、3、4、5，有了，哇，加油，加油，超紧张！1、2、3、4、5。没关系，再来，再来，再来！1、2、3、4、5，有了！1、2、3、4、5，哇，这样也可以接到，好厉害，飞接！1、2、3、4、5，哇，这什么东西？1、2、3、4、5，太高了，太高了。加油加油！不紧张，稳稳的来，1、2、3、4、5，好，没关系没关系，加油加油，再来再来，1、2、3、4、5，耶，好的，那我们蓝队的成绩是1分10秒，对，红队的成绩1分19秒整，恭喜我们的蓝队获胜。奖学金，蓝队也知道我们基本的奖品。各位同学、各位家人们，同学继续所有的超级打